宇宙中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，一个神秘的敌人出现了，他们自称宇宙的裁判者，认为自己是宇宙的真正主宰，他们的目标是摧毁一切与他们的计划相违背的生命。宇宙的裁判者拥有极强的科技和力量，他们的战斗机器可以轻松摧毁整个星系。很快，他们就攻击了宇宙中的一些重要文明，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。于母和他的伙伴们加入了反抗军，与宇宙的裁判者展开了最后的战斗。战争异常激烈，数不清的生命被摧毁，但于母和他的伙伴们没有放弃，他们不断地寻找敌人的弱点，并尝试摧毁他们的军事基地和舰队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于母终于发现了敌人的弱点，他成功地摧毁了敌人的一艘战舰，这个胜利振奋了整个反抗军，他们联合起来最终摧毁了敌人的帝国。战争结束了，宇宙恢复了和平，但这场战争留下的伤痕和痛苦却会一直存在，直到宇宙的末日。